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珍珠山》，表演者何云伟、李菁。给您换一场啊！您看这个相声啊，都离不开生活。没错，你看刚才这二位就是有生活，没事，是是，编的那么一段相声啊。听说您这个人对于这个蒙古话很有研究啊。我一句都不懂啊。是是，很喜欢你啊。你喜欢我呀？啊，那管什么呀。很喜欢你的业务。哎，您说清楚了。据说您也是世家。什么世家呀？曲艺世家啊。对了，上辈有干这个是吧？据说您父亲也是搞曲艺的。是是是啊，一提您父亲的名字家喻户晓。是吗？啊，李菁的父亲啊，欧阳振华先生。哎，那在曲艺界呀。等会儿吧，等会儿。我爸爸怎么能姓欧阳呢？欧阳锋不是，吸毒，不是，像话，我爸爸得姓李呀。哦，你不是姓李吗？啊，你爸爸也姓李。对，这是巧劲儿啊。不是巧劲儿、啊、就得姓李啊、哦、就得姓李。哎，李老爷子。是是是啊，那是曲艺界的，在当时来讲算翘楚。哇，对吗？哎呀啊，这也是人才呀。 啊我跟你父亲学了不少了。您客气啊，学了不少。谦虚。尤其是业务上面啊，学的很多。都学的哪些？您拿这个戏曲唱段来说吧。啊，学了不少。都学的什么？别的不提了啊，尤其是这个评戏呀、啊、让我逮着你了吧。你讨厌不讨厌你 啊我一猜你得说评戏。不是，这个评戏呀、啊、学了不少啊。是吗？啊，据你父亲说啊，这老年间这评戏也有四大名单。哎，有。这四大名旦是谁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啊。李金顺、嗯、爱莲君、刘翠霞、白玉霜。太对了啊。说实在的，这四大流派我最喜欢的谁？爱派。爱莲君。爱莲君、哦、活的岁数不大啊。是是，二十来岁人就没了，很可惜，留下了不少唱片资料。哎，我喜欢他。哦，尤其是那个疙瘩腔。那人家拿手啊，唱的最好听了。是是是啊，那个我唱两句怎么样？啊，哎，好，对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有欢迎的啊，我高兴啊，我学两句啊，您便听，像不像爱派？人家岁数大的观众许听过、啊、是吧？是是，我学一下啊，学他那个代表作哪一段？《烧骨记》。呵，这段可好听，就是怀抱着那点核心唱段啊，片段 啊，您来了，谢谢啊，真有捧的。嗯。您闭眼听 啊，您闭眼听。是，闭眼听。爱莲君没死，就这么像，就在这儿。嚯，千万别睁眼，睁眼瞧瞧呢。睁眼一瞧，演他，差距就这么大。您注意啊，您来了，开始了啊。就是怀抱着那啊，怀抱着呀。我先事先声明一点 啊，我并不是变态，是吧？这得说清楚了。也没有人这么误会您啊。不是，因为我是没扮上戏啊。是是是，要扮上戏这样就不为过了。来，那是因为我是清唱嘛。嗯，加一点身段。哎，对啊，这边吧，就是怀抱着那边。啊，是，这是个旦角啊。嗯，您注意啊。哇，别抿了啊。嗯哼。怀抱中，哎哎，哦，起高了，对不起啊，起高了，有点冒调，有点冒调啊，不是高的啊，串了，是吗？那是京剧了，哦，二进宫了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啊、二进宫，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说明一个问题，说明咱这肚腩宽敞。这能说明吗？会的多呀。哦，想唱就烧骨记来了，没留神补二进宫出来了。啊，把二进宫挤出来了、哎、对对对对对，得唱烧骨记。烧骨记呀。对呀，这烧骨记、嗯、听着啊。嗯，呼呀，哎，烧骨记是吧、啊、对对对，又差点挤出来。京戏是吧、啊、对对，唱评戏。
哦，评戏。评戏。刚才那是京戏。对。花。嗯。喂。花儿包着。梆子。这是河北梆子呀。哦哦哦哦。唱评戏。评戏是不是啊，评戏。哦对，评戏。就是那个腔比较平啊，不，嗯，人那剧种叫评戏，剧种的评戏，评戏啊。花儿红，怀抱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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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什么调子呀？不是，这想呢，想呢，想啊，你怀抱着。怀抱着，哎，这有干扰吧？谁干扰你了？这有干扰。嗯，怀抱着，怀抱着，就这个手。啊！刚才我那茅房练的挺好的，那是。您瞧，您练的这地方、哎、怎么出来不灵了呢？哎，您那同志朋友们唱对了啊！怀抱着，怀抱着，怀，怀抱。除了评戏，哪个都挺瓷实啊、嗯！少上那有鸟的地方去。怀，哎，哦，换这边看看。怀、哦。要不您练着，我先上趟厕所呀、啊。这就快出来了啊！是，什么快出来了？这腔就快出来了。哎，您把那腔带出来啊！会，我以为您使劲呢，跟这儿啊。会，简直能把谁急死！怀抱纸，哎呀！哎呀！没事，你站稳了你吓死我！不是，我找着了。你找着吓我一跳。高兴，这高兴，找高兴，太激动。这回来啊，哎、这回来，好好来了。好容易找着了。嗯、哎，轰！哎，怎么又过去了？让你吓的，知道吗？谁吓唬谁呀、啊？来啊，唱对了。这样，怀抱着嘛。哎、注意啊！我高兴，啊、高兴、啊，陶醉。怀抱之友，教儿坐在了柳平。瞧人家这嘴，我心中好意思。当当，身段，娘怀儿啊，一个月呀，不知不觉。娘怀儿啊，两个月我们才知道喜庆。娘怀儿啊，三个月呀，不知不觉。娘怀儿啊，四个月我们才知道
喜庆娘怀儿啊，五个月呀，不知不叫娘怀儿啊，六个月我们才知道喜庆娘怀儿啊，七个月不知不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唱、嗯、都七个月了还不知不觉 啊，这是傻丫头啊，这能唱十个月呢，唱的十个月的还是不知不觉啊，不是主要这后边这词儿啊记不大清了，是吧？那您别胡唱啊，真正唱的好的啊不是这个，那是什么呀？白派，白玉霜。哎，白玉霜唱的好。哦，您怎么样对评戏？您那撞在枪口上了啊，我说相声是半路出家哟，这么说以前您是和尚，以前你是尼姑啊？有我这样的尼姑吗？有我这样和尚吗？不是，你说出家了？不是，以前不是搞这工作的。你以前是搞什么工作的？我以前就是唱评戏的呀。哦，你以前就是唱评戏。哎呀，这对主席可大不敬。哎，啊，差一点儿。说你们预备这种道具就不，啊，这谁预备的这？真是 啊，不是像话的。你以前唱评戏？还唱评戏的呀？哪派呀？我呀，啊，唱老生的。老生的，哎哎，刚才提这旦角，你喜欢哪个？我呀，嗯，我还正经就喜欢白派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白玉霜，哎，拉拉手吧。什么意思？提起这白玉霜来，可不是外人呐。哦，那是您的内人。那岁数合适吗？啊啊，是差一点。什么内人呢？是什么呀？不是外人啊。白玉霜那是我师太。师太？师太就是您师爷的师父。太对了。哦，太对了，是我师太。哦，他叫白玉霜。您叫什么呀？漂白粉。哦，这差着行式呢。都挺白的。那这名字不怎么样，主要是我这个声音音色跟漂白粉似的。不是啊，作配。哦，哎，音美音准是，尤其是个扮相。哦，活脱白玉霜。您这扮相、啊、我这扮相啊。哦，我提个人您知道吗？谁？叫新凤霞。呵，那也是评剧大师啊。新派。新派。想当初摊活着的时候，嗯，我给摊唱过。是吗？那当然了。哦，那老唱完了以后老太太高兴坏了。是啊，拉着我的手，玉霜。哎呦，认错人了。玉霜，管我叫玉霜。你瞧，我说您认错了，嗯，我是小伟。这是差哪儿去了啊？我是小伟。嗯，哎呀，太像了，活脱啊。嗯，我再一看，老太太感动坏了。是吗？流泪了。哎呦，双手颤抖啊。嗯，坐那儿都起不来了。新凤霞半身不遂啊，他不听你唱也起不来。是吗？哎，我以为是感动的呢。哎，不是，反正说我学的像啊。我唱的好。是是，活脱白玉霜啊。行了，我是白派的传人。您也别说您唱的好，我也别说呀，我就是学评戏的。哦，咱们俩唱一出怎么样？可以呀。别开生面，你这意思抻练抻练我啊？有这个意思吧？看看我白派学的怎么样。哎，那错不了。是吗？咱二位合作一出。咱们来一回评戏。合作可是合作啊，您可得挑一出啊白派的剧目。那当然了啊，我要挑别的剧啊，那就是欺负你。是的啊，嗯，我就挑你这师太白玉霜最拿手的那出。哪出？珍珠汗衫。罢了。怎么样？罢了。嗯，会挑戏是吧？提起这出戏来就想起我师太来了。哎，拿手啊，那是白先生的代表剧目。没错，珍珠汗衫。是是是，要唱这出戏那我得来这个主演啊。您来谁啊？我来汗衫。哎，那我来裤衩。我来袜子。我来胶皮鞋。那孩子你带着，老娘归你。干嘛呀？咱俩分家呢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什么意思？不是，这一出戏您别给拆开呀。我知道啊，珍珠汗衫是一出戏。对，行吗？是是是，咱来这出戏啊。来这出戏啊，咱得分一分角色。当然了，是吧？这好分呢。您来什么？我来什么呀？啊，我来这个吴县令老爷。对，那我呢？您来这个夫人王三巧。对，是，这是正旦呢。是是是，正旦。嗯，
没问题，是吧？行了，啊、这个角色就这么分配了。这个剧情啊，它可太大了啊！是是是，太大了。这出戏也长啊，是不是？咱不能全唱了，唱不完啊！对对对。那依您呢？掐去两头，不唱当间哎，那就没码了。嗯，掐去两头，不唱当间还有什么呀？那是唱当间儿。当间哪点呢？老爷问完案，退堂回府这点儿。哦，好好好，这点是戏胡、啊。哎，光说您就别比划了。这点是戏胡、啊。哎，是是是。哎，为了让各位听得明白、嗯，您把这剧情简单的介绍介绍。啊，这个剧情简单的啊，这就是蒋兴哥呀，打死了人命。嚯！老爷问完案，退堂回到府里边，这夫人王三巧呢，要给蒋兴哥求个人情。这个剧情走个后门。太好了啊！太好了，行吧。咱就开始唱吗？啊，开始唱啊！无奈有一节呀。怎么？咱们得穿点衣裳唱吧。那要脱了得单加钱呢。你看这模样要脱了有什么可看的呢？啊，且比这模样强多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光着唱的吗？你不懂，嗯、穿着那个花花绿绿的，袖子挺长，哎，上面绣着什么这个牡丹花啊啊啊！要做官的呢，哎，崩个煎饼啊，哎，煎饼，哎、那个崩个补丁啊，补子，补子呀，哎，绣个鸵鸟啊，哎，绣个这个飞禽什么的，是文官绣飞禽、啊，哎，武将绣鸵鸟，哎，这鸵鸟，绣一什么？绣走兽，反正那样的、那个，哎哎，有吗？是，没有，那叫行头，啊啊，行头啊，有行头吗？啊，行头。行头啊，行头，行头，我们这后台有一个哦，邢文昭行头，哎，今儿没来，提他干嘛呀？啊，行头，行头，哎，有行头吗？没有行头，哎，你借一个，我上哪儿借去？平均院借一个去啊？平均院给我借一可身的，哎呦，您要穿可身的可费点劲，那都得秃噜地。没事，系个套子啊！不不不不，没有，咱就大褂扮戏，行吗？素身唱，那完了，只能来素的了。啊、哎，对 对, 对，行素的。但我这模样也不像王三巧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得区分一下男女，还化化妆，简单的化一化。哦，这个想法不错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看这有手巾吗？啊、哦，是是是。哎，我就包一包头哦，把这脑袋包上一点。哎，区分一下男女啊、哦，是是，像不像三分样？哦，你看看，这个演员化妆就是这样啊，很快。但是画完了之后呢，一个崭新的面貌就呈现在观众朋友面前。画完了以后上演、哎啊、行吗？行，太好了、哎、啊！行，要不咱们改一出得了。哎，哪出？咱唱一回太平天国得了，像话吗？啊，这跟太平天国有什么关系？您这个什么模样啊？这是？这是包一包头，区分一下男女啊？是了是了，哎，行了。这我拿这当水袖，你还有水袖、啊，当然得有水袖，这可挺全可。咱们这桌子往后搭一搭，布一布台。哎，对了，哪为前台，哪为后台？桌子前头为前台，桌子后头为后台。哦，这边是上场门，这边是下场门。好好好，还得需要两把椅子。哦，小道具，咱们一人一把。那太好了，啊、那帮帮忙。哎。哎搁在这儿啊，搁在这儿、啊，这叫什么呀、啊？这叫什么？拔字儿啊！啊，这叫拔字儿。哎，一边一个，是吧？是是。那个胡琴，胡琴啊，胡琴鼓啊，这都没有啊，没有场，拿嘴学着打家伙，你行吗？您上场我打，我上场您打，那就没问题了啊。锣鼓经，哎、啊，头一场是您上场，那你打家伙，我打家伙，行啊，来，咱归到后台吧，来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嗯，您叫板。哎，回来，干嘛你？你不是夫人吗？是我夫人。这夫人得细声细语的。哦，那是老生。哦，我以为你出来呢，我给你搭架子呢。那那不用、啊，你出来。不用啊，细声细语的。行，细声细语。啊谁踩着尾巴了是怎么的？打家伙！抬抬令定抬。头戴珍珠翡翠，就您这脑袋呀？怎么着？啊，这不一说吗？哦、真戴别哪儿啊？是是是。身穿绫罗缎衫，你瞧，使奴换被在县衙，一世富贵荣华。哎呀呀呀呀！
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我说您这腰腿不灵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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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？不行不行不行！哎呀，您坐好坐好。哎，太好了。摔在哪儿了？这腰眼儿。啊，就这腰眼儿，腰眼儿。使点劲。哦，还得加点力度。你瞧瞧。哎呀，你们这个工作也很忙吧？每天人不少。啊。一会儿给我打打头吧。这打什么头啊？我给你领到那挂鸟那屋去。哎。啊。不是。你那手劲儿还不错，哎、你知道吗？玩去吧，再来两下，这是唱戏呢、啊，再来两下，往下唱、啊，往下唱、啊，打架快！大大大大大大抬，奴家抬，王三鸟，王三鸟什么？王三巧，巧鸟不都一样吗？看你净惦记那鸟了。奴家王三巧，得，自从跟随老爷上任以来，每天老爷下堂甚早，不知今日为何这样迟慢？看，天色不早，待我出去一观。没人。丫鬟，丫鬟，你敢丫鬟？啊，你来丫鬟。我？哎，我是夫人。哎，你再来一个。哦，敢一个。丫鬟，是。丫鬟，伺候夫人。茶水伺候，是夫人。自己玩的还挺好。老爷回府，老爷回府。嗯，看，嘿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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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不是，您这是干嘛呢？这是、哎、老爷回府，他生着气呢。啊、哦，吹这胡子。哦，吹胡子啊！我以为耗子成精了呢。而且打架！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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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！为官不与民做主，王吃大块儿烤白薯。有这词儿？就这词儿啊！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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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！啊，丫鬟，是老爷来了吗？要来你来了，你可回来了点药，你真是的。呀哎呀，我们家这丫鬟调戏老爷。不是，是礼节嘛。有这礼节吗？没这个啊、哎、没这个啊。啊，丫鬟啊，伺候老爷。哎，快快回禀你家夫人知道，就说你老爷退呀堂、哦。是。回禀夫人，老爷退堂，随我一同出去迎接。是夫人，走。哎。刚打挂鸟那屋出来的。老爷在哪里？夫人在哪里？老爷在。夫人。哟，老爷你回来了。我们家这个女眷都一个德行啊，全这意思。两口子感情好。太亲热了，一见面就开火、啊哦。太亲热了啊！来，用不着这个，用不着这个。啊、好，请，请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老爷，老爷，什么？老爷啊，老爷，每日回来甚早，不知今日为何这样迟呀吗？还上口呢啊！方才刚要退堂，不不，行行了行了，甭抖了，你那水袖啊，嗯。
忽然来了一案，买主保的客上，打死买主保的客人一案。哦，但不知此人哪里人士？襄阳府东阳县的人士。他叫何名？他叫我罗德。多大年纪？20多岁吧。呀，这什么意思？弦儿？哦，弦儿。当个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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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里个当当当个里个当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当年初一头一样年儿啊，家家团圆会呀、上去给老的拜年儿啊，也不论呐男和女呀、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。都把那西服穿呐，哎呦呦呦呦，都把这个西服穿呐，哎呀！那么累，怎么唱上二人转了？这个不是我看见手绣啊，我想起那个来了。您呢？这得唱评戏，评戏呀，评戏。再来过门啊！当个啷个啷个啷个里个当，香。杨府当什么弦儿啊？这是啊，等等的东阳县当名叫罗德什么味儿啊？也不是啊，我的丈夫何处存？江连的词儿，等个一个冷冻。这是作品。但愿得呀，啊、老爷你将他们释放。啊啊好脚心，你积下的大德。当个啷个啷个的个当，方才提罗德二字，你变颜变色，莫非你与罗德有瓜葛不成？哎，说有瓜葛，我们哪有瓜葛呀？闭着嘴，他本是妾身的同胞的哥哥。一派胡言，你姓王，他姓罗，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？我兄长跟随我的姥姥长大，故此改名叫做罗德，看妾身饶我兄长不死才是。王子犯法与黎民同罪，岂有饶恕之理？真乃是妾死我也。你嚷什么？你嚷什么？你嚷什么？你怎么意思？太恐怖了你这模样啊啊，你把观众吓着了。不是，我这老爷生气了。哦，生气呢？生气呀、啊！我也跟着生气啊！这 不，你不能生气，我怎么着？你得跪在地下央给我，央给你。这儿有一大段的唱哦，啊，核心唱段。对了，那错不了。来呀、啊，再来吧。啷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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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个当，罢了，我那狠心的老爷呀！少吃点好不好？啊！啷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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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个当，跪在了刘平，泪珠儿撇，没有劲，拉住了啊！袍啊袖，我是你。袍袖在上头呢，哦，眼离近了，瞧清楚了。袍啊袖，我是连叫几声老爷，老爷呀，老爷，走啥呀？你救了我的兄啊，如同救了我的妈耶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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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这怎么意思？这找不着腔了，那就别唱了。谢谢朋友们的掌声。哎，这是一个传统啊，传统传统节目。对，哎，这叫珍珠喊山。是是，这是仿学，学人家戏曲，嗯，学人一点皮毛。很少有人演。实际上，真正来说呀，相声演员这个学呀，包括的不仅仅是戏曲，哎，包罗万象，小曲儿、小调，这个我们也能学。那当然了。你看今天呢，表演的不是很好啊，是是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设备啊。不好，哪儿的设备？就是嗓音呢，不是特别好。哦，嗓子坏了。哎，对了，有点小感冒。是我们这个后台这个啊，主持人哦，肖佳玉是很照顾我们哦，知道我们嗓子不好，临上场的时候啊，还特意给我买了这么一大瓶大橘子汁儿。嚯，鲜橙多呀。嗯，你没喝过？谁没喝过呀？饮料都喝过，我喝了半瓶子，没少喝，各嗓子见谅，缓过点来，也很照顾你，也给我买了，也给他买了啊，给他买了两瓶开塞露，哎啊，痛快了，痛快了，是上头痛快，是下头痛快呀、啊？你没喝过饮料的名字，那是不能喝，叫开塞露，开瓶露露，哦，开瓶露露，哎，哦、那我听拧了、嗯，我听说开塞露了，啊，对对，反正你痛快了，哎，不定哪儿痛快了吧，哎。真正说这个学唱有一个小曲儿叫《劳动号子》，听说过吗？听说过呀，种类也很多了啊。那当然了，其中有一个叫《打夯号子》，那是工地上唱的。这你行吗？行啊，您要行的话，咱二位合作一回。咱们俩人唱不出那气势。那不要紧呢、嗯，您代表一百人，我代表一百人，咱把这劲头啊得唱出来。那可不易。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。帮您回忆回忆啊。我唱个上句，我给您接个下句，我要有来言呢、嗯、我有去语啊，是这话没问题，别让我难住了。那难不住我，您注意啊啊！你听这个啊，同志们加把劲儿 嘿嘿哟啊，我行啊，这玩意儿没白喝是吧？啊，这管不了这儿的事儿，知道吧？嗓子见亮，哎，这两天吃什么了？你这一直是亮着呢。哦，好好好、啊，嗯，肯定吃香东西了，啊、是吧？啊，就这意思啊，就这意思、啊。我可指不定唱什么 啊，您唱什么我也接上来了，都有下句 啊。对，来吧。哎，词儿就来了啊，唱。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怎么样？听那味儿啊。哎，谈派的，行，有点意思啊！哎，高有高啊，是，嗯，行，一大大楼，高有高，你看看，合情合理，合情合理啊！听着啊，还有一座大楼啊，高有高啊，比刚才那还好啊，是吧？嗯，啊，我听出好来了啊，甭等这事儿，往下唱来啊。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钉子啊，我去，大楼没顶子啊，那什么，那不成烟囱了吗？唱啊，怎么唱啊？那是牙痛啊，哦。您在这撒谎吗？我就圆谎，是这意思啊？可以，可以，再来啊，来吧，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钉子啊，那是烟囱啊，它可比烟囱大呀，那是大烟囱啊。为什么不冒烟呐、啊？他是坏烟囱啊！为什么不修理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！你去问问他。我问谁去？你老折腾这烟囱干什么呀？行，
反应够快的。哎，你难不住我。知功知令，来吧，咱来啊啊！拿着小道具、这个是什么呀、这就不是扇子了，这就是那个夯棒。哦，夯棒，咱不这么打夯，那怎么打呢？这个舞台美吗？啊，咱往前杵。哦，变换一个方向，可以吗？是是，那、啊、不跟躺地似的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有区别啊、哦，有区别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来啊，嗯，预备，动作要齐一下，那当然了，预备，走，同志们加把劲儿呀，嘿嘿哟。竞赛到了高潮啊，嘿嘿哟啊，你看那教授家哟，嘿嘿哟啊，高了高了入云霄啊，嘿嘿哟啊，鸡就呼噜噜的转、啊、嘿，地动山摇摇，嘿，高山还能推倒，嘿，英雄们智谋高，嘿，翻山有点钻，嘿，开山有老雕，嘿，汽车和拉材料，嘿，用不着那人去挑，嘿，咱们来打地基呀，嘿嘿，越级行越高啊，嘿嘿，大楼随风张啊，嘿嘿，观众们心一跳啊，嘿嘿，祖国大建设呀，嘿嘿，英雄们干劲儿高啊，嘿嘿嘿嘿嘿嘿，人人感现金啊，个个成英豪啊，地基打的好啊，大楼盖的牢啊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怎么这么快呀？就是这么快呀！怎么这么好啊？就是这么好啊！怎么这么高啊？质量就是高啊！质量怎么高啊？说说你听着啊，大炮轰轰烈呀，地震也不摇啊，天天也不倒啊，万年也是牢啊，气死人空啊，省材又省料啊，又省工又省料，速度快，好省嗨。哎呀哎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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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